店家团结力量大，为了协助创世基金会募集服务经费，推出新竹好放券，并找来了曾经在创世基金会服务现任民进党新竹市党部主委陈建明议员来担任代言人，推广自己的美食的这个美食，还有第二就是来协助创世基金会的这个植物人安养服务，其实心里面感到很感动。那也感谢创世基金会，那过去因为我在创世基金会服务过，那其实了解，其实像新竹分院来讲就好，新竹创世新竹分院目前安养了60个植物人，那道宅服务也多达85个植物人。那为了服务这些植物人还有植物人家庭，其实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哦，其实出估每个月的经费至少都必须要有300-400万的经费。新竹好放券集结了12间的美食店家，店家们也表示疫情下经营十分的困难，能够绝处逢生都是仰赖民众温暖的支持，现在也希望能够付出一己之力，共体时间帮助弱势家庭。目前我们在创世这边安养了近60位的个案这样子，那每个月民每个月的支出其实是大概是4-6万的安养经费。那尤其是这两年其实疫情非常的严重，对于资源募集上面其实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推行了就是跟新竹在地的美食店家合作集爱，然后一起来推行这个好放券的活动，希望借由在地的美食可以帮助我们在地服务的植物人朋友们，那募集我们的常年安养经费，然后也非常的感谢就是这些店家给我们的支持。邀请社会大众担任善心天使，踊跃支持新竹好放券，每本爱心义卖300元，两本优惠500，使用期限到今年底为止，邀请民众一起品尝美食做公益。详细资讯可洽创世基金会的新竹分院粉丝团，或是来电03-523-1137来洽询。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